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向音波游记》。今日是2019年12月6日，礼拜五。游记顶个礼拜为此无病，下个礼拜咱终于等到好消息。到7号到13号的人97例两例，每日都卖两口64例。人95个子无病，两口空8例，又晒两口18例。以上就是第一线的行情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会。